咁啊，而家咧系继续如是我闻，继续咧讲呢、这个神秘学第六节。上文咧讲到中国里边有所谓民间宗教，有民间信仰。宗教同信仰最大嘅唔同咧，就系、是、宗教必定有仪式嘅，可能有经典添，但系民间信仰咧就系、是、信嘅。咁以中国嚟讲咧，一般咧喺汉族嘅历史上，佢都系多神主义嘅，或者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意思就系当时嘅古人咧觉得呢个世界样样嘢咧都有佢嘅灵嘅地方，譬如。一嚿石，呢嚿石咧喺嗰个乡村嘅村口坐镇咗，无端白事喺嗰度，咁佢哋就会想象咧呢嚿石系保护佢哋嘅，咁咧可能咧就称之为石敢当。咁而家咧好多喺香港嘅郊外喺新界地方咧，都好多乡村有所谓石敢当，有大有细。咁当然咧，行雷闪电咧，啲天然嘅运作咧，好多时咧，佢哋都认为系有灵嘅。譬如咧，有雷公电母，咁好多庙上高咧都有雷公电母嘅造像。咁雷公电母有冇佢嘅从人间伦理上嘅？拉楞咧，或者有关系咧，有嘅。咁啊，古时候话斋，佢话雷公劈啊，雷公咧闪电落嚟就劈，劈啲咩咧？劈啲不孝子吓、啊。总之咧，你系对父母不孝，或者对你嘅祖父母不孝，呢啲人咧都会被雷公惩罚。你避落个沙盘度咧，都劈烂你个沙盘咧，你要惩罚你嘅。个天咧就系、是、一个最后嘅公道公义嘅主宰。咁啊，中国人咧信呢个天咧啊呢、这个咁样嘅实体。咁呢个天咧唔系我哋话自然嘅，而家睇到嘅天空嘅天，而系咧一个实体，但佢亦唔系。希伯来人所讲嘅上帝，一个以人法嘅上帝，佢冇上帝呢个咁样嘅神嘅品格，但系咧呢、这个天咧系一个自然而然嘅实体，系识主持公道，同埋咧所谓天有眼嘅。问到良心嘅，点解问到良心呢？就因为个天啦，而且天咧有意志嘅，所以有天意。咁呢个咧，我哋慢慢咧再详细讲。咁万物有灵论里边咧，你睇下中国嘅民间信仰里边咧，有好多系古代神话嘅传说嘅，譬如咧。拜女娲，女娲其实咧应该读女娲，喺普通话都系娲。女娲咧系中国传说嘅神话里面创造人、做人嘅一个神奇嚟嘅。佢唔系上帝创造嘅，佢系人创造，系创造人嘅一个神奇。女娲咧最初时咧。话用黄土、哦，所以咧中国人就叫黄种人咁意思。咁啊，用黄土咧，捏下捏下，搓下搓下，咁啊做咗个人出嚟。佢又冇话犹太人嘅传说，希伯来嘅传说话咧，因为佢寂寞，所以咧抽条青骨出嚟做个女人陪佢，未有。咁后来咧就觉得。逐个逐个做咧，相当于
相当困难麻烦。于是乎咧，佢就拎咗个一条绳喺啲黄泥水嗰度发一发咧，咁啊接起好多浪花，做咗水花。呢啲水花咧就化成人，个水花成为人咧，呢、这个传说咧都好富想象，亦系同咧印度教里边咧 Apsara 咧呢、这个。女神咧嘅出現咧，大同小異。Apsara 咧呢個女神咧喺印度教裏邊咧好出名嘅。如果大家咧去過柬埔寨，去過吳哥窟旅行咧，你會見到好多咧美女啊，一個跳舞形象嘅，裸露上胸嘅，裸露上邊嘅乳房嘅。呢啲咧就 Apsara， 咁啊印尼啊印一帶咧，佢哋緬甸啊跳嘅舞咧，都係咧呢個美女嘅舞步咧都差唔多一致。咁呢啲咧都係 Apsara 嘅。咁你睇下佢哋嘅形象咧，就係、是、模仿咧佢哋最初就係從咧呢個擠起嘅水花。水花而變成一啲女神 Apsara， 呢個同中國呢個女娲煉石做人咧嘅觀念差唔多。咁女娲咧最有重要嘅一個喺民間信仰裏邊好重要嘅事情咧，就係佢保青天，煉石保青天。咁認為咧個天咧就已經崩咗啦，咁啊不得掂咯，呢個天崩喎。但女娲咧就呢個神奇咧相當之善心，佢煉石咧補咗佢，去補翻個青天落嚟，為人類幸福咧嘅福祉咧嚟做咗一啲工作。咁而且咧佢亦係人類嘅始祖，咁女娲咧係同佢個兄長伏羲氏咧就交媾，生產咗後邊嘅人。喺好多壁畫或者咧好嗱壁畫咧喺石中咧流傳，所以咧喺而家咧仲可以發現到。如果唔係喺張紙上高或者沙泥上高咧，就好難咧 keep 到而家咧，保持到幾千年都睇到。咁係兩條蛇尾，人身蛇尾，啲蛇尾咧係翹住嘅，大家翹住呢個咧，亦係古人嘅一種咧觀察，亦係好純朴嘅唯物論，認為咧呢兩個男女咧係。蛇尾嘅交媾咧而產生人出嚟，咁嗱呢個咧女娲咧就係、是、民間嘅信仰，係從一個民間嘅傳說，或者咧我哋話神話裏邊咧轉化成為一個信仰。咁點解係信仰咧？大家咧喺香港咧或者見唔到女娲廟。如果喺澳門咧，草堆街咧就好清楚有間寫住大大隻隻字嘅女娲廟。咁但係聽聞咧，呢間廟咧，而家進口嗰個門口咧係個以前嘅側門嚟嘅，前門咧燒咗噶啦。咁我入去睇過咧，而家咧兩層高咧都係各種類型嘅民間宗教。包括道教，包括民間信仰咧，都有安排佢哋嘅神位嘅神喺度嘅。咁反而咧，女娲咧係當時係冇嘅喎。女娲廟冇女娲，咁點算咧？好彩咧，個廟祝講聽咧，呢個台灣咧嘅善信咧，就攞咗個瓷嘅女娲咧，係呢個啲係半裸嘅女娲咧就。摆咗喺度，
咁唯一个女娲嘅神咧喺嗰度供奉，可以摆祭装香嘅。而咧，另外有个喺女娲庙里头咧，有个好重要、记得好有趣嘅神，呢位咧就系、是、猪八戒。我成日咧都想啊写个故事或者剧本咧，系讲述猪八戒，因为而家咧好多神魔小说咧、神魔电影咧都系讲孙悟空，而猪八戒咧系比较少啲。当然咧喺周星驰里边嘅电影里边，猪八戒系变咗个靓仔咧。因为佢本身咧有36变嘅，唔系话一定咁丑样，只猪啊肥肚腩嘅。但猪八戒当年咧系一个喺小说里边咧讲系一个天蓬元帅嚟嘅，海军嚟噶，可能系海军上将、中将都未定，系管水师嘅。咁啊，点解佢唔系鱼又唔系水族，系只猪嚟嘅？点解可以管到水兵呢？咁呢个咧就系故事开始啦。咁你刚才讲咗女娲庙里边咧供奉咗猪八戒，咁啊猪八戒系个咩神呢？喺呢个特定嘅时空里边咧，猪八戒咧就变咗一个妓女拜嘅神。咁妓女咧，就唔好听啦，我哋话公关小姐咧，或者系按摩小姐啦，或者其他姑娘啊、小姐美貌嘅、唔美貌嘅都有啦。咁都为咗自己嘅前途生意咧，喺嗰度咧都拜拜呢位猪八戒，希望咧佢赐予一个咧好啲嘅生意额咯。系嘛？咁当时喺北方嘅中国咧，系拜白眉嘅，呢、这个另有一个故事噶啦。咁好啦，咁解释民间宗教、民间信仰、这个、呢个咧系中国嘅好特色嘅宗教体系同埋思想。但是在中国源起的宗教呢，就是道教。又并不是佛教。佛教呢在汉朝的时候，汉明帝的时候呢，在白马呢孭了一些经文，印度的经文呢来洛阳，兴建了白马寺，我都去过。看情形呢，竺佛兰和鸠波罗什呢两位印度的大师呢，亦为这个佛教啊传了很多他的道理和翻译了经书，因为对中国的佛教呢传播呢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但你知道呢，基督教呢亦曾经远来在唐朝的时候呢，千多年前呢亦来过中国，当时叫景教。当然呢，这个来的不是纯正的教廷派来的呢，是一些呢所谓教廷话的所谓的异端邪说。咁变咗呢，来了中国之后呢，就见用好似佛子咁样嘅形式呢来传道。当时呢佢叫耶稣呢，唔係叫耶稣喎，叫耶鼠。鼠呢，老鼠嘅鼠。呢、这个唔知係咪因为呢翻译上呢一种专登用文字来鄙视这种这样的宗教，因为它并非我国原来的一个原出的教
但是我们讲回中国原来的教道教，道教之始呢在汉，这个是汉朝。汉朝的时候呢，黄巾之乱呢，这个黄巾贼呢就自认为得道的，他们尊崇呢道啊，这个道的道家哲学的老子，或者他们另外很尊重的道家人物庄子，借其名呢成为了呢中国的地方上首创的宗教。好啦，咁今日时间呢好快脆又过咗。咁以后呢我哋会继续讲到呢呢、这个神秘学涉猎做嘅各种宗教嘅问题。咁请大家呢继续支持收听。多谢各位。